跟你点一下，啊，莫你交通旅游局，你莫那干那跟想讲，我都做过华信航空的董事长，我要坐飞轮机来行销国际，你干那台中市你都无在行销啊！我要跟局长你报告，所以拜托你好好思考。我把这个时间给杨永昌。好，主席。感谢张先锋议员哈，佮淡薄仔时间予杨永昌议员啦哈，分析。就咱副市长所有的官员议员同仁，咱新闻记者媒体，我咧想啦哈，再去咧，吴明基也有提到咱大甲交流道的一个替代道路的一个问题，长期以来咧，不管民进党、国民党。总统、副总统嘞，交通部的部长，拢现在嘛，等下有咩暗箱，但是到即摆也未做啦吼。当然最近嘞，交通局咱委托建设局，尤其我们咱副市长是交通的专业啦吼。当然在解决大甲交流道一带道路的一个开辟的一个问题。请问副市长哈，当然到目前，能讲要将近3公里，咱爱开8亿元，这个是过去各级嘛弄一个方案，再一个方案就是由甲后路一直拍通到61线，就是西滨公路。当然再请问你，咱直接到西滨公路，呢中央要支持无？咱有法度人去支持，有法度人去做这个代志无？从大甲交流道一直到西滨这条路，这个还是需要跟中央再协调。那现在已经准的就是这一条下来以后，按准高来行这条路，费用的爱备的，最主要是土地用地的费用，这已经准了，这也让先来开辟。再请问你，咱当然你拄啊解说到61线，中央无一定准啦。总统邓英刚嘛，交通部长啦，邓英刚都无啦。但是，咱起码当然伫桥路，咱目的就是解决嘛。其他无要按起来是袂，直接到建国路，咱莫讲伫中山路，一定要到建国路差几十公尺，20-30公尺尔。咱起码嘛是到建国路嘛，建国路是。大甲的一个外环道，本身甲真侪地方的人当然支持到第一岸，支持到西滨公路。西滨公路有可能盖吗？了，不知当时，反正30年50档。但是这是市政府林佳龙以及003，咱专业的副市长要去争取。但是8亿元开到建国路，本身100%支持。因为经过路是一个外环道，我想不要经过大甲的市区，咱就会当伫大甲东溜来由甲路沿咱温寮溪一溪岸，温寮溪即马溪岸拢占着水土地，水土地人即马嘛拢按中甲你过去，所以本身还是认为咱8亿元头的当时会当时开始开辟。会当讲建构啦，当时要开工。这详细，这我有请建设局长、吴局长一样去甲议员报告啊。所以这个是定案的一个案子。对啊，这阮绝对支持。当然，我看法甲吴明基有一点啊共款，讲大家拢是共同的目标，甲西滨公路。但是西滨公路，对我甲看甲绝对无可能的。对交通来讲，两个案子都是可行，但是。已经核定的计划，我们先去执行，那个还是要协调的，对吧？起码当然到西滨公路，大家上欢喜就是到西滨公路。但是西滨公路中央爱出较侪钱，咱市政府出较少钱。当然这大家嘛爱啊，但是中央要出下来嘛，无爱啊，对不？但是那如果到建国路，咱会当做起来，未来搁去争取中央，咱会当伫建国路搁拍到西滨公路无？议员，我了解这个状况，所以我
我早上的答复也是这样，我们是不是先做那个地方还要争取嘛，还要去协调、啊、所以咱到经国路本色站在大甲，当然大家看你踏车到你都在踏车的，如果到经国路，我相信很多车的要去清水，要去北部，要去南部，南部的都可以经过外环道以疏通，还是说要去西平公路，它可以走大安港路嘛，所以这条案咱一定要较紧做。当然，来当做好，咱第二步会当去争取钱，过来趟西平公路嘛。这就是咱林佳龙目前在做的一个方向嘛，对吧？对，希望到经国路，看当时要做，唔通讲讲钱嘛变啊啦嘛，决定要做啊啦，对吧？啊，是不是？我刚刚答复已经明确，速度哎，时间来速度啊。好，会后我再跟建设局再协调。好，哦，你请坐啦哈。我在请问地政局长啦哈，你来台中市咧，好我感觉比较早曾国金较认真。曾国金是国民党，我也国民党，但是我妈要求过，我讲迄个人吼有特权介入，家己他卡吼。有问题，但是你来了有想要给解决事情。过去我们树地重划、农地重划都是特权介入，很多中委委员不捌，但是用特权给输压，但是三五年、四五年、十五年就造成咱公务人员没按照树地重划、农地重划的一个规定，十五年来造成事实，所以引起诉讼，十多年来拢是咧诉讼嘛吼，所以农地中央嘛同款啊，对吧？但是你甲你的部属最近在西村抓中央咧，拢有认真要解决，但是有一点，长期被特遣，长期我们没办法依法办理，造成80%以上拢是无依法，等于乌白分咧。上可怜的就是讲，迄部分的人。你跟恁定情，你跟恁意义，咱过去个芝麻拢是无爱插面，所以本色塑造成情，咱芝麻有力改改外。希望我们的从化科长唐云九，咱跟你的固定过去的不法，过去的市政府还是县政府也好，没依法办理，但是咱袂使搁停下人啊，对不？乌白创啊，但是你有咧做，本色绝对跟你肯定。我在请教，咱即马市地中委，我相信十多年来，单年一跟单年二，请问市局长，不管单年一、单年二、单年十几，咱咧市地中委，咱一定爱用85条，第二条、第三条的一个规定去办理，一定按咧做，这是公务人员。一定要按照我们树立重划的法令去走，干不起来呢？是不是要按走？一定是依法办理了。对，你说依法办理，但是曾国金就不依法办理，所以造成十多年来在受伤。你现在记起来，我要拜托你去查资料。当年呢，跟当年呢，我在请教你。当年呢，在都市计划，咱市政府的都委会核定以后。你要知道哦，在内政部审核，安尼爱一年、爱年半才会准哦，吼、哦、啊！当年啊，我们核定几天，你知无？76天，你写好，这你要去查，这个是有勾结。当年呢，咱属地、咱市政府的都记委员会，咱。变更要送过内政部核准，安尼才算数哦。安尼当然一点无，是不是啦？变更还要送内政部？是，对啊。当年那就不用，所以你查一查看，他有没有曾国金跟杨天生有没有勾结？他又不送，当年那哦，伊干那变更，但无几工都会变更委，都干那起政府准了啊。曾国金准的话，不用送内政部，所以下去啊，这个来查看一下哈。当年呢，
当然啦，咱市的中委，他都要决定嘛，知影我嘛知影，我办过中委，要以85条第二项、第三项的规定，这是内政部规定非常非常的详细。我们市政府都去玩都去过，但地政局规划规定嘛足详细，但是当然啦，当然呢嘞，当然呢跟当然啦，整个咱要去取得核准，咱要通过10个一定要5个，要半数以上通过，安尼才可核准，对不对？是。如果没有这样做，就是违法，对不？是。对啊，所以当年呢，伊甲接手，人家内政部规定的，人伊原来官政，不管你3坪5坪，他是原地主。当年呢跟当年啊，把小数原地主去除。了，伊无经过半数，我们市政府给予通过，就是违法，所以造成10多年来人拢伫咧修过，所以拜托落去了，我们当年8、当年13，到底因家敢有经过人头半数？为什么市政府可以随便先做呢？尾仔才开始来报警，所以造成诉讼，所以落去吼，咱我甲查查，上可恶的，就是讲，咱市政府嘞，在当年在13跟14期这下了吼，这到时候你爱资料好啊，13期跟14期嘞，我咧想咱整个开发的吼，13期跟14期嘞，它的建筑改良物损失补偿以及拆迁会的一个查估发放速度性违法，又是亚星公司跟荣誉公司，这两间嘞，卖了法院检查处改掉去问，它是一个不良的厂商，一个个改名，赶快下人哦，改做亚星跟荣誉，怎么你来弄那标起建物？中委空客专门伫伫查估，有送，你违章。我们有一个基准日啊，你要消啊。我们基准日87年10月初，你消二。87年10月初就是我们发放的一个基准日。但是亚星以及荣誉这个公司嘞，伊的看你站，每天给你查包，对不？所以。伊白白领咱市政府咱的钱，实际上话，若讲去予这个人，无在毋是本地的人，你还本地对其他参与从化这个人嘞，无公平，摕到咱市政府的钱。所以我举个例子，我卖讲伊爱钱好咱87年10月1号为基准日，你今麦我今麦甲你报告几个啦吼。但是你爱事实啊，去个查看卖啊吼。我们从空照图里头嘞，88年4月29号的空照图，87年10月1号是基准日哦，88年4月29号的空照图，咱发觉到昌大木业甲咱领1274万下嘞。张英胜给咱领650万，何国明给咱领542万，通天大道院给咱领207万。在空照图里头，在基准日，伊是一片空地哦，就是荣誉公司，就是亚星公司，就是台中市政府地政局曾国金在搞鬼。以这种的空地报一下这钱，不合理不合法，本席提出检举，请问局长，你要这钱要不要去堆回来吗？要不要追回来？ Okay. 如果违法，要不要追回来？是，如果有违法的情形，我们当然依法要追回来。对啊，爱有魄力，对不？无我买晒给你告啊！我即马交代你，我正式本席直接检举，我也无咧惊半人，对不？所以咱即马阿妈讲啊。还有一个更可怜的何锡荣，
何西龙在基层日前基层日哦前几礼拜贴着空照图，伊干那树顶还袂看好哦，还过几礼拜哦，伊是大地党哦。我们亚星荣誉公司嘞，讲我这伊的87年十月初以后去的，何西龙你有哪敢写嘞？对，这个人伊的明明伫87年10月1号以前去的，他在前一个礼拜林务局的空照图抽到，伊是有厝的哦。荣誉亚星公司当时盖他去的时候呢，就是讲爱回扣300万。伊唔肯，所以伊甲公司认定他是87年10月1号以后去的，所以不给他，所以零。不要贴着空照图，贴着本色，本色提供和地政局、和建设局，不要慢慢那个升，不然要补人60%，不要就成功100几万，伊不服，不要就讲变400几万，起码伊嘛个不服，所以。我一直认为我们市政府尤其地政局在发放我们建筑物补偿要一视公平，违法咱是不是要把它揪出来，我刚才说的那几间不应当付他的钱，杨永昌本身直接检举，你一定要去把钱给偷回来，违法的公务人员一定要给他送法办，爱给人的你不爱给人，所以亚星荣誉公司嘞，长期以来就是在市政府配合咱所有的公务人员，都是过去的地震局、建设局，对不？伊都有诶，都87年10月1号以后去的，他不给他提报违章，伊讲说这无提报违章，所以伊是合法的，他就给他认定合法。那底咧创啥？就是大家。但么好，我就讲何时用？本来讲800万，他要求300万的回扣，伊不爱让伊变零，写的本写空着。